原标题，此人是个华裔，当上总统后却带头反对中国，现在惨了。中国古代一直都强调善恶有点因果报应，也就是说作恶的人那是很难有好的下场，必然会得到报应。而在恶里面最大恶极的当属欺师灭祖，忘恩负义了，这是最不可原谅的恶。而这放在现在国际上更是如此，即使对于很多总统也是这样，坏事做得多了，自然那是得不到好的下场。